的人喝醉，好想找个人来陪。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爱不能再沉睡，是可悲是摧毁。我不要再为谁掉眼泪，爱过才后悔，想要永久来麻醉。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爱不能再沉睡，是可悲是摧毁。我不要再为谁而心碎，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要再对爱所无所谓。如果相爱是完美，就让我们用真心去面对。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要再对爱所无所谓。留下了太多伤悲，告诉我你到底爱着谁。我才后悔，想要永久来麻醉。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爱不能再沉睡，是可悲是摧毁。我不要再为谁而心碎，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要再对爱所无所谓。如果相爱是完美，就让我们用真心去面对。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要再对爱所无所谓。留下了太多伤悲，告诉我你到底爱着谁。求求你给我机会，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如果相爱是完美，就让我们用真心去面对。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留下了太多伤悲，告诉我你到底爱着谁。你到底爱谁？谢谢。哎呀 ，Hello 思思 ，Hello 好耐冇见啦。你到底爱谁？送俾你哋出嚟投出嚟嘅投票歌吓，第一轮嘅投票歌，你到底爱谁？想不到咁好听啊嘛，多谢，爱小维，多谢捞捞。哦，巴西的粉丝已经睡觉了，是不是？因为那边已经两点钟。哦，原来是这样啊。好了，帮我跟他说声 good night 啦。好，那么票数出了，是不是？我们是一号赢的，一号就是童话。好，那么我们第三 round， 第三 round 我们看看先啊。Outlock 你那个80岁后我不识的。是什么歌来的？是谁唱的？好，我哋下次我未听过，因为另外咧，走住的蝴蝶我就唔系太熟，
但是可以试一下，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唱到甩甩咳咳的话想我跳一个还是怎样，因为这个守者的蝴蝶我就不是太熟的、啊、想我跳一个还是怎样，还是新曲试唱啊，会甩甩咳咳的、哦、但是讲到明白、哦，八十五岁，十四岁，跳一个 ，OK， 跳，好 ，OK， 跳，好，咁啊，跳一个，我哋会有呢一个嘅，好，我有冇唱过《啼笑姻缘》啊？好似有啊，我有冇唱过啊？我唔记得咗，《啼笑姻缘》，大家仲喺度跳紧。我看看我的歌单先，《啼笑姻缘》我有没有唱过，好像有，有是吧，好，那在我的记忆里面挖出来了好，我们来了、第三 round 我们会有一号是这个的默契，二号是啼笑姻缘、啊、一号是默契，二号啼笑姻缘，好，我们呢会有第二 round 的投票歌，童话，搵下先吓，俾少少时间我。如果有朋友方便的话呢，就帮我打一打那个投票的名字出来，因为有些朋友呢可能转了台的，那转头回来的时候呢就不知道是什么歌，样会搞到好像我刚才那样呢，就死了，唱了一下又来这么气，又要打那些歌名哎，唔该晒史提芬 ,thank you。忘了有多久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公主，也许你不会懂，从你所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公主，也许你不会懂，从你所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
了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一起写我们的结局。送给大家童话，好耐冇唱啦呢首歌，自喺呢一个驻场之后停咗咁耐又冇唱啦。我上次嗰一个月啊，都唔知道有冇啊。翻去驻场嘅时候，翻去驻场嘅时候，又发觉。都冇唱到呢首歌，咁所以咧应该系打上上次，咁即系都起码有半年冇唱呢首歌。今晚唔见 Mabel 姐，系啊 ，Mabel 姐可能有事忙紧啦，唔紧要啦，每个人都仲有事情会去忙噶嘛，系咪？咁我哋咧唯有期待下次见到佢啦。只系险胜啊，险胜咗啦，系嘛？多谢多谢亮哥，多谢你嘅 super chat。哇，頭痕啊，提笑姻緣啊，係咪啊？好似見到，係啊，差兩票咋？哎呀，亮哥瞓覺啦，係咪啊？好啊，早唞啦，晚安，晚安啊！好啦，咁我哋咧，多謝你今日嘅光臨啊，多謝你。咁我哋咧進入呢個第四 round 啦嚇，第四 round 我哋會有一號係痴情意外，二號心債。一号痴情意外，二号心债，好好听，多谢。今时今日有得翻工已经好幸福，系啊，冇错。好，首先吓提示姻缘，我要 search 下我摆咗喺边度先，即系用个边个版本。你个提示姻缘唔会系陈小春嗰个版啩？以我的理解啊，应该就不是的。好，等我 search 下，你俾啲时间我下。冇写到添，我有冇唱过噶？系咪我唱过自己唔记得咗咧？或者冇抹低？是不是这个呢？等我听一下先。女性吗？陈小春？不是吧，你真的说陈小春啊？应该不是的，不要骗我。应该不是的。破抄你说。啊。是哪只？是，应该是这只。再来再来过先，是不是的？为什么这样的？
他歌里别咗心，情人泪满襟。好似唔啱啊！啲拍子，佢未，俾我听少少先。呢、這个版本我未听过。仙杜拉版最呢、這个唔系仙杜拉，我冇呢度冇仙杜拉个版啊。哦，呢度先开始。OK， 我哋嚟过下。I'm so sorry。
第一次唱啊，呢、這个唔系好识啊，唔好熟呢首歌，唔好意思。Hello Kenny 你好啊，我哋昨晚先见完咯，我哋今晚又继续喺艾力嗰度见面系咪？艾力有冇讲今晚系边个？佢讲咗未啊？睇先啊，时间应该啱啱好噶，我呢度咧完咗之后咧休息一阵，我哋就可以去睇艾力噶啦今晚。无论如何都照收货，多谢你啊 ，Steve。掌声鼓励是吗？多谢多谢郑小姐，啊，非常之好啊！小米都未出世，唔识唔出奇。系啊，我唔系好熟啊呢首歌。唱唱下系觉得系之前系真系唱过嘅，但系可能唱过一次或者两次咁样，仲要好耐咁样，所以变咗就唔记得咯。你知道我噶啦，金鱼嚟噶嘛？先到拉板哦。唔係，係啊，唔係啊！我開頭，因為咧，你提小姻緣咧，通常咧，我諗咧，第一時間，其實我會諗陳小春版嘅，咁但係諗諗下，哦，應該唔係平時大家聽嗰個，應該唔係陳小春嗰個版。苦戀三千年，不連麥咯，不連麥，不好意思哦。好，咁啊，我哋咧第四 round 係嘛？第四 round 定第五 round 啊？今 round 係深寨贏咗，係咪？心際亦都有一個大挑戰嚟噶。好，下一 round， 下一 round， 我哋會有一號係心亂如麻，二號魚和水的故事。呢個係第幾 round 啊？第五啦，係嘛？第四定第五啊？應該差唔多啊。好似係第五啊，係嘛？頭先係。剛才是這個第二、第三、第四，是的，現在第五 round 了，最後一 round， 時間剛剛好11點，心亂如麻是一號，心亂如麻，二號，魚和水的故事。我們現在是深寨，我記得我是有唱過的，但是呢，是什麼 key 呢？我就不記得，找下看有沒有個 key 先。俾少少時間我嚇，心債擔到個債字啊，冇嘅噃，咁啊嘗試下咯。我哋求其揾一個版咯，唔該曬保護藝人。我部電腦有啲慢啊，可能好耐冇熄機，所以佢瀝瀝地啊，踢唔到上去，刪咁啲嘢先得喎，開得太多嘢。好，睇下先，第五啦，好，唔該鄭小姐 ，thank you。好，咁啊呢一度，頭先係呢一個一號係心亂如麻，二號係魚和水的故事。嚇，我哋嘗試下呢個心寨個 key 先，我聽聽先嚇。
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早等如枉费？原来今生心滞，偿还不是一切，千代千生难估计。悠悠心中痴意，源源不绝抚慰，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时时明明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偿还不是一切，千代千生难估计。点解冇心债只有歌债？系啊，冇错，有仲有好多歌债。之后听，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嘅包容啊 ，thank you。小学嘅时分睇呢个剧集啊，女主角都好似小米。其实我个样子都比较大众化嘅，因为咧好多人咧都话，哎呀，我边度见到你啊，好似你嘅个样咁样样。好听耶、yeah, 多谢大家用妹，我现在已经这个就是妹姐的版本来的了，将她升 key， 因为妹姐那个 key 和我的 key 是不啱的，我不可以唱到她的 key， 我一定要升。收获嘛，多谢姐妹的努力不会枉费，多谢建明 ,thank you， 对呀、啊、好啊，刚才是哪个话一号是吗？一号是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心乱住嘛，我哋 last round 嘅歌吓 ，last round 嘅歌送俾大家，大家嘅投票嘅最后得翻嚟嘅歌，心乱住嘛。诶，呢个版唔得，太蒙啦，我哋用另外一个版吓。为什么一样的？为什么一样的？都是这么猛，这么猛的，为什么？不好意思哈，给点时间我去找一找个漂亮的版本啊，心乱。一样的全部都没办法了，那我们是唱这个的了，应该蒙一点就蒙一点啊，没办法了，因为听了几个都是这样。诶，这里有、啊、试一下，再给点时间。全部都是同一个版本啦，咁冇办法啦，我哋唱呢个版本啦。
初吻着你想轻贺，你却开始疏远我。假使你是觉得怯懦，你会不会拒绝我？像刮我几千吧，难道你供我亲吻破拥之后竟又偏差，不想和我好，请求直说真话。这首歌唱得很好听，小米听，哎呀，为什么成日撩住我，咩头发好痕啊，搞到我。小米听埋呢首歌就瞓啦，系啊，冇错啊。Hello， 你好啊，你好啊，啤酒先生。小米唱《卫兰令》有一个风味啊嘛，一啲都唔难。多谢多谢，好，我哋开翻边啲歌出嚟先吓。跟大家傾一陣偈先嚇。好啦，咁啊，今日咧唱嘅要分享嘅歌啦，要玩嘅遊戲啦，亦都唱完啦，亦都玩完啦啊。咁啊，聽日咧，我哋就聽日咧，我哋就同阿 Sir 咧去做一個嘅直播啦。咁啊，同阿 Sir 兩位阿 Sir 啦，同埋志偉咧，就去做呢個嘅直播啦嚇，殭屍兄弟嘅音樂俱樂部嚇。咁啊，今日咧亦都非常之多謝我哋 Baby 哥啦，幫手去轉播小米嘅live 啊嚇。Thank you， 多謝你。
啊，咁啊，今日咧，因为我电脑慢慢地，即系佢比较叻机咧，咁所以今日咧都冇去睇到啊 Biu Biu 哥嗰边嗰啲留言啦，咁就唔系咁好意思啊，唔系咁好意思啊，嗰边 Biu Biu 哥嘅留言嗰边。系啦，咁啊，系啦，阿保护艺人咧就同我讲咗啦，系啦，卖下广告啦吓。咁我哋咧喺2021年2月20日啦，星期六啦，晚上嘅7点咧，喺尖沙咀黑德道8号啦，呢个百乐门啦，就会系呢一个嘅百乐门喜宴呢一度咧，咁就会有小米嘅一个嘅 party 吓，生日嘅 party。咁啊，冇错啦，咁啊，门票咧。如果以而家呢一个人数嚟讲咧，可以话系爆咗嘅。不过我相信咧，到2月嘅时候咧，应该系应该系咧会开翻嘅。咁啊，即系会开多啲人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如果想继续去即系参加呢一个嘅活动嘅话咧，咁亦都欢迎咧去买门票嘅。吓，咁啊，小米会再作安排嘅吓，放心。小米唱歌好有感情，好听，多谢多谢 Po Chow。下一 round 系咩？冇下一 round 啦，我哋已经进入呢一个倾偈嘅环节啦吓。咁咧嗱，咁啊主题咧亦都做咗好多啦。咁啊之前以我嘅即系去一啲嘅记录啦，咁我见到咧有好多嘅之前咧有做过一啲嘅一啲有关系有电视嘅电视曲嘅。电视歌曲的主题啦，咁啊，另外咧有一啲风啊水啊咁样嗰啲嘅主题啦，吓一啲字上高嘅玩字上边嘅主题啦，咁而家咧有一啲歌手上高嘅主题啦，啊，之前唔准价格，系嘅，冇错，放心吓。咁啊，有啲而家有啲歌手嘅主题啦，咁啊，大家咧仲想要啲咩主题咧？咁可以同小米讲嘅吓，咁啊，因为每一次咧，小米去谂呢一个主题咧，其实都真系花费咗一啲嘅时间嘅。咁啊，可以虽然啦吓，我后边都仲有一啲嘅主题嘅，咁但系主题咧都有完嘅一日嘅。咁啊，所以咧，我哋咧就喺度。二月如果未放宽，系咪都系睇政府安排？冇错，其实一切都系睇政府嘅安排嘅，吓咁啊，你放心。总之唔会犯规嘅，吓、啊。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咧如果有啲咩嘅意见啦，咁啊亦都可以咧话俾小米知啦，吓。咁啊，即系我想听边一个嘅主题歌啊，或者我想听关于边一啲人嘅歌啦，吓、啊。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哋唔讲咧，就我去谂噶啦，吓、啊。我去谂咧，咁就会系即系当然啦，你哋讲咁，我知道你哋嘅心水啦，系嘛。咁我可以跟翻你哋嘅心水咧去做一啲嘅主题曲啦，吓、啊。咁啊，如果系你哋冇意见嘅话咧，咁啊就我去谂噶啦，咁啊我去处理每一次嘅歌单，每一次嘅主题啊。郑秀文安排咗噶啦，不过未唱啫嘛。关淑怡咧，咁啊可以安排一下，因为关淑怡有啲唔系，佢好似好多翻唱歌。关淑怡，听一下，我听一下。每位歌手最好嘅一首歌。喺嗱呢个咧最好咧就好难讲噶喎，嗱因为咧我觉得最好又未必你觉得最好喎，系咪先？啊，周丽淇、林志美，唐伟琪好似得啲儿歌系嘛，好似唔系好知仲有咩歌，校长，王菲。好啦，咁啊，你哋留言俾我啦吓，你留言俾我啦吓。如果呢度我如果睇唔到嘅话咧，咁就喺楼下留言俾我啦。咁啊，睇下想要啲咩嘅主题啦，咁啊可以俾啲意见小米啦。咁啊，等我好去安排啊。咁我唔使谂到，我每次谂到头都爆啦吓。咁好啦，咁啊十大中文金曲，咁我要揾翻咁多年嘅十大中文金曲，投票决定系嘛？主题都要投票，大家真的很喜欢投票啊！咁好啦，咁啊，真系唔同大家讲啦，咁啊，小米咧休息一阵咧，就要又要去另一个地方玩啊，喺 online 嗰度吓，咁啊，咁啊，多谢 Big Bill 哥啦，帮我去做呢个转播啦，吓 ，thank you， 多谢晒，吓，咁啊，另外啦，咁啊，亦都多谢我哋 Facebook 嗰边嘅朋友啦，咁就去睇我哋嘅直播啦吓，咁啊，如果方便嘅话咧，咁都可以入嚟我哋 YouTube 呢一个 channel 呢一度咧，去俾个 like 小米啦吓，好嘛？
好，咁啊，如果还喺度嘅话嘅话，边个地方继续可以听电台？听电台，听电台啊！黎瑞恩，好啊，咁我哋真系要拜拜啦吓，冇错。边个地方继续玩？我哋去艾力嗰度玩，艾力啊！我哋听呢个轻弹浅唱不夜天啊！支持我个 friend 啊！啊，艾力。逢星期五、星期六晚上啊，都会有佢嘅。我寻晚已经听完啦，啊，边听边练歌啊。嗰首嘅酸辣，咁我就系边听边练咧，就练咗两个钟头，净系一首歌。好啦，咁啊，唔同大家讲啦，都系我休息一阵咧，我就又过去玩啦吓。啊，好啦，拜拜，我哋听日再见啦。听日我哋喺阿 Sir 嗰度见，拜拜，记得留言啦、啊。